大家好，我小时候啊听这个新闻，说这个全世界都在谴责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当时呢我就想哈，这个美国呀真是霸权主义哈，谁不听话就要欺负谁。还有很多人说了哈，美国实际上呢已经被各大财阀给绑架了。那美国人民呢特别的可怜，他们自己啊不知道美国政府呢已经沦为啊各大企业的傀儡了，尤其呢是成为军工企业的代言人。那么这些人呢，都盼着全世界打仗，好卖武器给各方赚取呢昧心钱。世界上无论哪里有冲突，美国呢都要火上浇油，给双方啊拱火递刀子。我感觉呢，要是这样的话呢，这个世界哪里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平等、自由、道德、尊严？那真的是变成了丛林法则哈，欺软怕硬、弱肉强食了。今天呢，咱们聊一下1983年。美国为什么要悍然入侵格林纳达？借口是什么？到底谁胜利了？这次事件的起因和后果又是什么？美国的马仔是哪几个国家？这次入侵是合法的吗？老规矩哈，咱们呢要先介绍一下背景。格林纳达呢是加勒比海的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岛国，500年前呢被哥伦布发现，1609年成为英国殖民地。据说呢，是用两把斧子和几颗玻璃球，再加上2瓶白兰地，从这个印第安酋长手里换来的。可能有人呢不太相信，凭什么印第安人就那么好骗呢？几个玻璃球、两把斧子、2瓶酒就能换来土地呢？实际上啊，在欧洲殖民者来到美洲之前呢，这里呢还是原始社会，印第安人呢没有国家，没有政府，也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医院。没有学校，没有发明文字，没有书籍，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工厂，没有马，马呢是西班牙人带来的，也没有畜牧业，没有养殖家畜的能力，他们呢不会养猪，不会养牛，不会养羊，也没有养过鸡鸭鹅，他们呢也没有农耕技术，也不会种地，因为呢他们没有发明耕地的犁，他们呢也没有发明纺织技术，没有衣服。只能穿兽皮，没有铁器。印第安部落呢，大部分处于石器时代向青铜器时代转变的那个过程。他们呢，也没有能力用石头或者是砖头呢建造房子。他们也不能建造2层以上的房子。他们也不会建造房子的拱顶。他们呢，也没有发明车轮，所以呢，没有任何的运输工具，没有牛车，也没有马车，连手推车都没有。他们呢也不会建造能下海的船，不会建造水坝，没有时间的概念。而且呢，印第安人呢没有发明酒，所以直到现在呢，印第安人喝一点点酒啊就醉了。但是呢，他们还特别的爱喝，不像其他地区的人，因为很早啊就发明了酿酒技术，很早呢就开始饮酒了，所以呢大家对酒精呢有一定的抵抗力。印第安人呢，他们也不是一个民族，他们是几百个民族。几百种语言，相互呢也不能沟通，相互呢仇杀。那么那个时候啊，用他们没有见过的几个玻璃球还有斧子，完全呢可以换来一大片土地。跑题了，咱们说回来，格林纳达。1974年，格林纳达呢独立，成为英联邦的成员。那么总理呢叫做盖里。格林纳达的面积只有344平方公里土地，还没有北京市的朝阳区大。那么格林纳达的总人口呢有11万，其中黑人呢占了81%。北京呢有一个小区叫做天通苑，人口呢就超过50万了。这个以黑人为主的国家呢，经济水平发展的一般不好，但也不差。1977年的时候呢，人均 GDP 800美元。同一时期呢，越南的人均 GDP 才100美元。1979年，趁着这个总理盖里去这个美国纽约访问的时候，格林纳达人民革命党呢在苏联和古巴的支持下发动了政变，推翻了原来的亲美政府，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这个人民革命党呢又称为新保释运动，他们主张建立人民参政的国家，主张政治和经济改革，认为呢人民应该充分的参与政治。他们呢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支持全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新保释运动的领袖就叫毕肖普。那么毕肖普呢亲自担任这个新政府的总理。
上台以后啊，格林纳达呢同这个苏联，尤其是古巴关系啊就非常的紧密。古巴和苏联呢都积极的援助格林纳达。毕肖普啊从古巴得到了粮食、器械设备和一批啊急缺的物资。1979年12月，苏联呢入侵阿富汗。1980年1月，联合国大会呢投票通过谴责苏联侵略阿富汗的决议。全世界呢只有格林纳达和古巴投了反对票。就是说呢，只有这两个国家明确的支持苏联应该入侵阿富汗。而且呢，因为这个入侵阿富汗的问题，导致呢64个国家公开抵制198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奥运会，其中呢包括美国、中国、联邦德国、加拿大、韩国、日本、马来西亚、阿根廷、埃及、印尼、伊朗、以色列、巴基斯坦、菲律宾、沙特、新加坡、泰国、土耳其、阿联酋、智利、斐济、阿尔巴尼亚等等等等，是迄今为止呢奥运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抵制运动。1980年呢，在古巴和苏联的援助下呢，格林纳达成立了人民革命军，还建立了民兵队伍，并且由古巴派人呢在格林纳达的主岛南端萨林斯修建一座大型的机场。那么这个机场的跑道呢长达3公里，可以降落大型客机或者是战略轰炸机。这是格林纳达的第二个机场。咱们说句题外话哈，格林纳达呢实在是太小了，面积呢还没有北京市朝阳区大，人口呢还没有朝阳区的一个小区人口多，那么修两个机场确实呢意义不大。美国单方面认为呢这座机场呢是苏联和古巴的军事基地，严重的威胁了安全。对此呢格林纳达解释说了，修机场呢是为了发展旅游业。那么美国反驳说了，发展旅游业呢根本用不了这么大的机场，远远超出了格林纳达的经济承受能力。那么美国为了维护啊在这个加勒比海的霸权，开始通过各种手段呢对格林纳达呢进行了制裁和封锁。在舆论上，美国宣称呢格林纳达呢已经沦为苏联和古巴的傀儡，他们在格林纳达呢建造军事基地，为格林纳达呢训练军队，还帮助他们建造这个萨林斯机场和一条超长的跑道。实际上啊，格林纳达呢连空军都没有，你建造这么长的跑道是干什么的？那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经济上呢，美国也封锁格林纳达，因为呢格林纳达的农产品呢大部分呢是卖给美国的，那么它的旅游业呢也是靠欧美人呢撑起来的。所以呢美国就宣布禁止进口啊格林纳达的农副产品。1982年，里根政府呢对加勒比海国家呢进行了一系列的援助活动，总额呢达到了10亿美元。但是呢美国的这次援助活动呢却偏偏把古巴和格林纳达呢排除在外，别的国家呢都给援助了，就是呢不给这两个国家。那么这个就是赤裸裸的歧视。格林纳达革命政府的总理毕肖普呢为了改善民生，提出啊改革开放的策略，希望呢跟西方国家呢缓和关系，吸引外资，发展经济。1983年6月7号，毕肖普啊亲自访问美国，并且呢与美国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但是呢这个毕肖普的改革措施啊引起了格林纳达的二把手副总理以及这个军队司令啊强硬派的不满。他们认为呢毕肖普啊已经不纯粹了，变成了软骨头，蜕变成美帝的走狗了。于是呢在1983年10月13号，强硬派呢就发动了政变，把这个毕肖普啊给抓起来了。10月19号，格林纳达呢首都啊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那么大批的群众呢要求释放啊总理毕肖普，最后呢冲击关押这个毕肖普的地方，将他解救了出来。没想到呢刚逃出来没几个小时，毕肖普呢又被军方抓获，当天呢就和其他的改革派官员呢一起啊被枪毙了。第二天呢军方宣布接管政权，并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那么格林纳达的政权呢就落入了强硬派的手中，全国开始啊大肆搜捕这个毕肖普的余党，同时呢也宣布了宵禁，晚上任何人外出啊都会被枪毙。那么美国呢找出了两个借口来武装干涉格林纳达。一个是呢这个格林纳达的军政府啊发动这个血腥的政变，处决国家领导人。那么美国呢在格林纳达的1000多个侨民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第二个就是东加勒比国家组织呢请求啊美国出兵制止格林纳达的血腥政变。那么格林纳达呢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之一。
同时呢，格林纳达的总督呢也要求美国进行干预。1983年10月24号，美国宣称为了救出啊在格林纳达的美国人，使他们呢不被抓起来当作人质，避免出现1979年在伊朗发生的人质危机事件，并且呢回应东加勒比国家的组织请求出兵干涉格林纳达的请求。10月25号，美国呢就联合了牙买加、巴巴多斯、多美尼克、圣卢西亚等7个国家呢一起出兵入侵这个格林纳达，3天呢就结束了战斗。那么结束了以后，美国呢就向格林纳达呢提供了3000多万美元的援助，并承诺呢帮助格林纳达呢完成萨林斯机场的建设。1984年，格林纳达呢选举出了新的亲美政府。1985年，美军呢从格林纳达呢全部撤军。那么格林纳达的军队呢被永久的解散了，整体防卫呢由地区安全的体系负责，全国呢只有900多名警察负责维持治安，并且呢格林纳达重新加入了英联邦。2009年，萨林斯国际机场呢用被杀害的领导人毕肖普命名。美国入侵格林纳达以后啊，这个苏联、古巴、朝鲜、英国、加拿大都表示强烈的反对啊，说这个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呢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啊。但是呢格林纳达呢却把美国入侵自己的这天，就是10月25号，定为呢法定的节日，叫做感恩节。目前呢格林纳达人均 GDP 呢达到10000多美元，护照呢可以免签世界143个国家，包括其中所有的欧盟国家。好了，今天这个小节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别忘了长按点赞、关注和转发，谢谢。